欢迎你到动漫废物星期五晚直播时段咁啊！多谢大家收听啦，今晚我哋就好多人阵容鼎盛，阵容鼎盛，因为唔系净系得动废啦。不过喺开播之前咧，交代两件好重要嘅事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咧。我哋做咗十年咧，而家系等你哋识俾钱嘅时候啦。我哋条 PayPal link 咧已经预备好啦，咁所以咧，如果想捐钱嘅话咧，多谢我哋咧，以后每一个 post 都会话俾你听，我哋有条 PayPal link 喺度嘅。你中意捐钱就捐钱，唔中意捐钱就隔日捐钱 ，OK？ 唔系，同埋你哋可以主动啲，你哋出嘅 post 都可以加落去。系啦，我哋 welcome 嘅，系啦，系啦，即系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系啦，同埋出钱。好，咁啊，另外咧就系、是而家上緊嘅就係呢一個自殺袋，自殺人哋唔係咁譯噶，你冇亂鳩啊嘛！自殺部隊，自殺部隊，超能唔係自殺特工超能部隊，係啦。咁咧我哋應該係有五套飛送俾大家嘅，咁但我哋未揾得到對方攞飛，咁所以咧。我哋会有一个游戏嘅，大家留意我个 Facebook fan page 啦。咁咧就如果嗱，因为而家大家都喺度讲紧套戏，个评价好似唔系几好啦。咁如果唔想俾钱入账嘅，就记得参加呢个游戏啦。唔系，同埋即系踊跃啲参加，为主持都冇。系啦，即系搞咁捻多嘢，到最后我系冇免费飞。我哋系买咗飞啲人去睇，而但有免费飞系俾你哋。系啦，咁你即系嗰种叫咩啊？咁你真係貨金啦，唔好講嘢啦。好，咁今日除咗有我萬記並之我係頭先俾人忽略咗嘅小耀喎。哦，邊咁呢我師弟。係啦，咁除咗我哋動費之外呢，動費仲有幾個趣事，我哋有三個後備名額。我足球咁我哋換足球準備換人嘅。之外呢，咁我哋亦都請到港漫兄弟幫嘅阿修羅。港漫兄弟帮嘅莫文，港漫兄弟帮嘅神木，所以咧，我哋今集都系继续讲马好正嘅内容。喂，今日讲动漫节，动漫节就唔系净系港漫嘅，因为动漫节，而且佢已经冇乜港漫啦。点啊？今年大家走咗几多转啊？两转，我走咗两转，我同冰子走咗两日，系咯两日，你边走咗两日？即系你，我星期六日咯，星期六日两日咯，我走完一日已经唔想再去了唔因為禮拜六嗰日我哋去睇夜市，佢哋嗰個 Hero 嗰個比賽，食個翻尋味啊嘛，有咩好睇？有咩咁好啦？咩翻尋味？我好食，睇下啫，睇下啫，睇下開心嘅。佢第一日我哋睇夜市就就發現咗個真係身材好好嘅 cosplay， 所以第二日就即係兩日一定要再去。係啦，好似你上個禮拜咪講咗你聽嗰星期五已經，你講咗咁，我親下去到嘅時候都係好震撼，嗰種震撼啊！但係其實咧，禮拜日我發覺咧，世界。是真的很大的，因为星期日呢在这个、日本的十周年那个发布会那里，就是那个庆典那个，所以那个是庆典，他找了一位台湾的 model 安希，我在 Facebook 那里都 share 他的 page 了、找了他出来拿着两幅贺画的、贺画两幅贺画，当他走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哇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是啊，你发觉他不是拿着的你完全完全看不到张画，他拿开两幅贺画就有第二些东西他是放在旁边的隐藏点，他是放住的，咁啊，即系嗰种拎开贺画就有嘢啦。嗰种立体感系发觉，即系 3D 眼镜，其实即系就算 IMAX 嘅 3D 都唔系真系 4D 咧。呢个咁啊，冇 4D 我冇感觉嘅，我冇一啲唔敢 4D， 唔敢 4D， 我费事上报纸啊！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就嘅咯，有咩？有咩我都唔知嘅。咁然之后即系，所以就个重点啦，呢个。两即系见到啲数嘅，就系动漫节嘅最重要嘅部分就喺呢度。咁当然 ，Mac 嗰啲女都好得嘅，同埋 Mac 啲女全部都。咦？我边度？你个动废嘅重点去喺边度？个别主持嘅，系唔代表成个台嘅立场，系本人意见咧，亦都唔代表人立场嘅。有冇遗憾？我今年冇去咗动漫节先。啊，唔系，其实上网好多想睇嘅，我都系睇相多咯。系啊。不需要真的入場看的，其實今年那個重點都是、Game One 入面做、這個一本十周年的慶典，你說他們的夜市，即是講漫畫方面的九成發布九成發布九成發布會九成發布接住一本，九成發布會都有點無謂，是因為他沒有發布過任何東西，
唔係講話，唔係話阿莊晴去咗嗰度咩？唔係佢去咗，佢公布咗誒邊個係導演，邊個係監製，係啦。但係我最在意嘅演員名單係一個都冇喎，演員名單都冇。即係我好緊張邊個做十二少，邊個做吉吉，但係到而家我都唔知啊。我好愕然咯，因為自己都未知。係啊，因為你講明係好緊要噶嘛，尤其是對一眾女讀者嚟講。睇住陳展鵬先咯。有啊，我都嫌唔混龙喎，唔加罗啊，咁有啲奇怪咯。我觉得件事就系、是、咁，你话佢做咗几耐啊？发布会啊嘛，都好似半个钟左右，半个钟头左右噶。佢中间播咗套即系game 嘅 trailer 啦，咁嗰度都十分钟，我都唔关电影事嘅，即系其实嗰个，因为其实佢嗰个成个发布会咧系九成嘅电影啦，九成嘅game 啦，同埋九成嘅舞台剧，系啦，咁多九成咁即系几多成？廿七成啊，即系问下，三个九成咪廿七成咯，定系实际每人得一个 percent？真應該都冇啦，係嘛？咁我想問一下舞台劇嘅演員有冇公布？佢純粹話會有套舞台劇啫。哦，其實因為佢開宗明義嗰個名係講叫電影遊戲發布會，其實舞台劇最尾搭單叫做即係宣傳講一俾你聽嘅啫。咁佢個電影嗰 part 介紹咗咩？佢介紹咗個監製，介紹咗啲大佬對嗰台即係俾錢嗰班，同埋介紹咗居然係揾咗四個人嚟 cosplay。是沒有講過的演員名單，但是介紹了那四個 cosplay 的，就是他們拍咯，講給你聽，就是那四個 cosplay 做啊，哇，名字這四個也好便宜，那也好便宜，可能這也有名，但他說好像三億的，三億咩？我唔知道啊，打破九龍。唔係，之前火星移動都好似唔知幾多少，係佢都去咗冰島拍喎。唔係喎，咁佢啲演員真係好撚貴。咁唔係同時佢都去咗冰島拍喎，你冇唔記得？咁所以成個發布會有啲失望嘅，基本上冇乜內容可言嘅。即係起碼知佢拍電影咯。唯一開頭覺得最值得就係睇咗佢嗰個 trailer。但是當你再等即係完咗呢個發布會到要一即係十周年嗰、那個，再睇埋阿和仔嗰段動畫，就覺得啊頭先啲 trailer 可以唔使睇，因為佢段 trailer 其實冇特別加好多嘢落去，因為佢其實係將九成套漫畫入面啲某啲畫面啦，佢其實係 cap 翻出嚟，再加少少特效，譬如可能由遠視出嚟啊，震一震啊咁樣嘅啫。咁啲畫面其實你睇過曬嘅，震一震。嗯，震一震。即系如果你独立睇，其实都好睇嘅嗰段嘢。但系当你睇完呢套，然之后睇阿和仔套动画，你发觉我唔如果二拣一，我一定唔会睇前面嗰套咯。少呢啲真系语言艺术嚟，咩叫独立睇就好？即系如果你唔好嗱，你除咗两个一比较就唔好睇，两个节目连住咁落咧，你好容易就同头先嗰个即系睇咯。嗯，你有冇再比较埋风云嗰、那个？我冇睇啊，风云嗰个，风云有个位系好似播紧啲。短片風雲，係啊，風雲嚟緊有個 5D 嘅舞台劇啊，係啊，係邊尾邊貴啲，含吹唔係我好想搞喎，貴啲貴啲，仲貴啲，好貴啲，同埋超貴啲。佢而家搞緊嗰個 promotion 係搞喺天際一百度搞個優先啊嘛，先要喺7月31号攞到个风筹，然后再唔知喺几多号去攞埋个云筹，咁你就系嗰五十名咧就系 V I P 啦。哦，系啦，咁就陈淑芬啦，去同阿 Sir 夹啦。咁五 D 嘅音乐剧咪可能系大声啲啊，贵啲啊，唔会有人走出嚟咩？冇人咧，咁有人出嚟咯，实有人噶，你有人跳，有人出嚟冇啊，唱啊嘛，唔系可能系有啲喷下水啊，即系会湿身嘅。咁你之前嗰個舞劇都濕身㗎，咁都係 4D 啫，震咯，張凳震，張凳震得唔得？都係 4D 啫 ，4D 啫嘛，大佬。哦，唔係，佢如果唔 5D 應該係加埋嗅覺啊，嗅覺係啊，即係個場真係有嚿榴蓮啊，即係 5D 應該係計埋呢樣嘅，好似係計埋呢樣嘅，如果。唔系，可能谂住唔开。咁可能孔前真系臭嘅咧。你唔问佢又点俾咧？你点知啫？系咪？即系我哋以前睇漫画咧，阿 Sir 系从来都冇解释过孔前。即系跳成身汗先走埋身边咧。打车嗰阵时，你就会发觉有啲好嘢。哇！你哇，肉饼嚟喎！你啱啱食完蒜头啊？几好啊！但系佢因为佢嗰个铺咧，即系天下嗰个铺，佢左手边有一嚿嘢，就系佢嗰个音乐剧呢个
嘅 promo 啦，好多啊嘛。咁佢係整咗一個好似立體椎體咁樣嘅，叫四面嘅 screen 噶嘛。嗰個 screen 係好撚蒙嘅，仆街，連啲字都蒙啊！望住400P 應該冇。Marvel 嗰啲 Iron Man 嗰啲咁樣高。佢嗰、那個嗰、那個解像度基本上係320嘅解像度，然之後係一個1960嘅 mon 嘅波咯。所以放大俾你睇咯。但係最搞笑就係佢擺咗嗰個位，擺一個即係擺咗個地方啦，然之後咧。四周圍你可以行的位置是窄到無倫，你賣不到去看、啊、它應該是四邊可以 都看到的，其實往上年一模一樣，上年都是立體，但是你大概只是你很勉強都只是看到三邊的，但我見親人行埋去都係 bonus three，、啊、你好難四邊睇曬佢一次個。唔係咁，但係你可以圍住佢兜個圈噶嘛？理論上你可以圍住佢兜個圈噶嘛？但係你兜你睇完嗰三邊，你諗住兜佢，你發覺縫牆會同佢頂住你咧，你就要攝落去，你攝落去又睇唔到咁。咁三邊都係頂住。咁我咪講埋一本嗰、那個嗰、那個慶發布會十週年。嗰、那個頭先話個短片好好嘛？咁、那個慶典會唔會好熱鬧啊？其實一出嚟佢都係介紹咗阿和仔同阿假上台先嘅，咁跟住亦都因為佢哋有頭先講過有若干嘅賀畫啦，咁、所以佢揾咗一啲 show girl 係攞一啲賀畫出嚟嘅，然之後就請咗好三位老師，係阿 Felix 姚偉清、劉雲同埋何志文，係啦，請咗志文上去嘅，咁跟住就送阿和仔就送咗本畫集俾佢哋咁樣啦，咁影咗相，然之後就開始播嗰段 3D 動畫，呢段好快嘅，冇講咁快啊，冇跟幾嗰段動畫，廣東話版嘅配音啊，係啊，咁終於首播攞賀畫嗰啲女仔，你唔係有啲嘢係咯，係咯，講到唔係頭先咪講咗阿台灣個安希咯。除了光熙之外，仲有另外那些 show girl 在香港，我不知道是誰來的，同埋我話啲，我唔到佢嘅，係啦係啦，咁啊重點之一咧嚇，唔係重點係，梗係啦，數唔到幾多個頭嗰個啊嘛，唔係光熙咪數咗咯頭先，數嘅有幾多個頭，數唔到啊，係數唔到，我問下聽眾數到幾多個頭，冇人答我，係咪先？我叫佢哋數噶啦，咁然之後其他 show girl 都有攞過啲賀畫出嚟嘅，但係因為佢好快就即係佢哋咁樣攞完啲賀畫出到嚟，跟住佢哋影咗張相，然之後啲 show girl 走曬。其實我都未睇到清楚張賀畫係畫咗啲乜嘢，同埋邊個畫嘅。你掛住跟住 show girl 走，你都唔 fucking care about that， 你亦都唔 care 啲畫去咗邊。你叫條女係咯，其實我都想睇下啲畫嘅。唔係啊，你都順便嘅。你喺度好前咁樣影啲女嘅喎，見到。我冇就影你，我推咗喺前面噶，系咁咩？九成先推咗喺前面，你睇翻啲图片，你九成推咗喺前面，大家明白？黐捻线，佢唔话俾你。所以做动费真系好辛苦啊，要管兼顾咁多嘢啊。系啊，又要睇女，又要睇画，又要拍片，又要影相。啱啱真系系啦，唔知做边样。左眼睇女，右眼睇画，分开。金小文嗰啲画分开嘅。所以课金对我哋好重要。佢一段动画都我冇谂过佢播咁长咯，成段播晒第一集，三通成30分钟都冇，黐线边有咁长啊？十几廿点只有。我拍嗰條拍咗差唔多廿幾分鐘啊，十零分鐘應該會睇多咗啲嘢，唔到20分鐘啊，套嘢。一段片少啲，一集應該冇30分鐘。冇20分鐘都咁嘅度，20分鐘都第一以為佢好似係廣東話。哦，咁即係好悶啫，只不過係係嘛？誒，冰之。平时条女你得15分钟，唔系我觉得15分钟。有啲时差，有啲时差。最惨就系佢自己司仪都唔知道段片有几长，播到一半，跟住大家有个女士走出嚟想讲嘢，我以为原来真系想揿停个机，跟住个片就播。哦，因为佢其实系一开头讲嗰个神族派落去嗰阿伯入咗去揾阿周王，周王讲述话你要过去开垦啲开垦啲新嘅矿场。咁所以你就要打沉知邊啲國家咁樣嘅，咁跟住阿宙王話我唔打啦，跟住然之後就燒咗佢嗰個咒節，然之後咁個阿伯就話：哦，你個神師咧，佢話：哦，你會受到即係你得罪咗天會懲罰你嘅，跟住就疏遠咗離開咗朝哥嗰個位嘅。咁、啊、然之後嗰兩個主持就以為完啦，咁走咗出嚟。咁其實完咗朝哥個位之後咧，咁就開始講狗啊，佢哋嗰啲開始出場啦。跟住然之後，譬如阿子宇就佢咪快過第一期嗰個篇幅㗎，即係佢會講幾期嗰個故事。其好似同第一期漫畫其實差唔多嘅、啊 okay ，因為佢臨尾就係講阿周朝啲人打到過嚟。咁、然之後阿子宇同埋阿坦幾即係喺嗰個咩觀星台喺度密密針，跟住就話要打咁樣啫嘛。
其實跟住咁樣就完咗第一畫噶啦。我第一期咯，差唔多。係啊，同第一期漫畫差唔多。成個慶典係咪最長嘅部分係簽名會啊？即係好多人排隊，跟住隊啲。誒唔係喎，最長部分應該係動畫嗰排，因為簽名會簽名好快，跟住就完咗，後屘就原來搬咗去後邊嘅地方，因為佢排得太長。所以新嘅係啦，然之後 Game One 嗰個位佢要做下一輪係揾咗阿大 J 過嚟，唔知火邊只 game 嘅。咁所以佢就將阿和仔同阿假就搬咗去後佢哋另外嗰邊個鋪度，咁就喺嗰邊簽名咯。係、okay. 冇好少搞呢個咁樣嘅節目啊，一般即係十年十年一個係掃得出一兩次。我見唔到個四大天王啊嘛，係嘛？四大天王啊，我第一次見啊。文嘉文同埋志祥，其他志祥我哋都係第一次見。志祥係啦，即係都多冇。即係有啲核突，我哋講呢度，因為我哋即係好尷尬，要問阿文嘉文，請問邊個係邊個志祥？阿文嘉文指住對面個，咦？咁呢個咪志祥咯？我哋諗喺你隔離啊嘛，即係你唔認得佢，咁阿文嘉文同幾條友傾緊偈嘅，咁我哋諗住即係靜靜雞問文嘉文咁就 OK 啊？點樣先問文嘉文？請問下邊位係志祥？文嘉文一嘢指住，好大聲，咪講過啦，面對面指住志祥，你呢個咪志祥咯？佢俾效果你啊嘛，咁字短啊，其實我想問羅志祥。真系嗰、那个嚟香港变咗样，咁但系多开心嘅，即系揾到一本四天王帮喺本画集上面画龟咁样都开心嘅。我见到佢卖晒，好似系嘛，即系嗰一日喺个展览场地嗰度500本啊，500本卖晒都唔奇，因为嗱、我唔知佢系咪即系大概都系顺住可能啲 number 咁上下去卖啦。因为我买咗两本，一本411，一本420咯。即系你讲系画集，系啦，卖完嗰个。佢已经系星期日上就卖，星期六下就卖嘅。星期六下就，星期六下就六点零钟卖。系啦，我就订嘅，我就唔敢入场，因为我惊我排唔到咁嘅队。但系系啊，订啊，唔使排队嘅。队其实就系咯，唔使排队。买就唔使排队。买嘢唔使买，佢唔系。但系苏博，我见到星期一嘅时候已经系卖晒咯，即系佢哋已经唔再。咁星期六日卖晒都差唔多。正常。因为星期日嗰个，我哋星期六去嗰时，佢都好劲。就发觉，咦，今年好似动漫节。好似冇唔係好多人喎、啊，跟住到星期日去嗰時係直情係突然間多咗好多人，好恐怖好多人。係，所以星期六如果去到即係佢買嘅時間420，去到星期日我估一半到應該已經清曬。唔係應該冇順序嘅。當然佢應該，我諗約莫大概順，可能即係開個箱就係1-100咁樣，跟住就求其抽嘅。我想問講唔得嗰幾本原稿集嗰啲㗎？黑稿集啊，時間講嗰、那個你我有買啊，因為我有買，我覺得佢個 packing 一半。那個是原稿集，因為畫集是畫集嘛，一本，但是另外有三本是封神、黑稿西遊和黑稿集，咁我開過，因為我上網見到有 friend 就話佢散散收 double 咗兩張，咁我即刻要 check 啦，喺至高嗰邊我都未 check， 佢係散收收，我即係我未 check， 我意思我開嚟睇，但我未 check 佢有冇重複，佢係好似風雲嗰種原稿咁樣 A3， 佢係散開，即係佢唔係一本嘢嚟，唔係一本嚟㗎，佢係原稿張張咁樣嘅，嗰個係一個盒嚟，即係只係一個包裝嗰個即係點講紙皮盒咁樣啫，唔算太精美咯，我覺得，即係今次其實啲畫係 OK， 冇咁靚，冇咁靚，風雲藍色本啊嘛，嗰本靚好多。但是因為我在場內見到白水都買了，咁跟住佢就話，即係佢睇咗佢話佢覺得本即係嗰三本黑稿係好精彩喎，佢睇到。入邊內容係好精彩，其實係精彩嘅內容。唔係，我覺得內容 OK 嘅，但係係個包裝，尤其是係殺道、封神同埋西遊，你其實你睇到三個階段佢哋啲做法係嗰個不唔同。系嗰、那个做，我冇谂过西游嗰、那个，佢由佢好多跨版啊，佢一比较咧，你原来诶杀道同埋封神系冇咁多跨版嘅，即系连住。咁你一跨版嘅时候咧，嗰、那个气势即系西游嘅第一期神族。呃叶数啫，系，但系你嗰个气势系出咗嚟嘅，嗰、那个几好嘅，其实即系三本嘢值得买咯，我觉得。继续系。冇得買，可以知道啲殺道電台啊，要講翻啲。即系我要想分享下嘛。最想阿添使唔使分享下天下？你最捻想我最想去起身，最想去嘅地方啊！最想去嘅地方，你睇哇！屌你即刻扯晒天下。其實我想講咧，其實我冇咩值得憤怒，因為我臨尾都冇買乜嘢。我想買佢咪今年出個 Slam Dunk 個 box set 嘅咁。其實大家有聽開都知啦，我屌柒咗嗰啲人好多年噶啦，話香港出啲完全版冇乜誠意啊嘛。因為其實第一次台灣出完全版咧，佢已經跟啲 box set 嘅啦，不過用紙做嘅，咁可以唔知五個 box set 拼埋一齊一幅畫咁啦。咁今年佢哋都台灣嗰邊出翻 Slam Dunk 嘅完全版，都有啲好類似嘅送啦。
木天下勁啦。唔係木盒啊，紙盒嘅都係紙盒嚟嘅。台灣基本上咧，所有完全版都會有紙盒版嘅，係、嗯、啊，就唔需要話等到咩動漫節啊先至有嘅。係啦、啊，今年天下勁啦，翻出呢個入樽嘅完全版，咁又有呢個咩金版啊、銀版啊、乜版乜版咁樣啦，咁就1800蚊。其實如果你飲成咧，因為而家佢出翻 Slam Dunk 單行本68蚊半啊嘛，咁你照成嘅話，即係1732蚊，即係個木盒咧係值。幾條嘢啦，即係如果你咁計，幾條嘢啦，咁樣咁本身個問題都不大嘅，咁跟住開始第一日咧，就因為所謂嘅金版，即係淨係動漫節賣嗰個版本就俾人掃曬，跟住開始有人屌啦，話哇嗰班撚樣幾十咁賣喎，咩幾十一百咁樣賣啊？佢嗰張單啊，咩事係一張單一百啊，一張單，但佢金版得500份，500係啊，500啫喎，咁咪5份一賣，5條。我又知少少喎呢個，好似佢本身天下都有內部認購㗎，即係金版你知道金版和銀版有分別嘅，知唔知道？我知道金版除咗個封面燙金之外，個盒唔知道多咗兩個公仔同埋會送張 poster。即系小版嘅流川同埋阿樱木，咁啊印咗喺个木盒侧边嘅，好亮丽嘅 ，OK 嘅，但系即系系咯，即系多咗两个公仔咧，我系炒咯，主要都系。其实本身就个木盒都有少少诟病啦，就系、是、因为其实大家明白呢啲咁嘅多数系唔啱 size 呢个之后嘅事嚟嘅，因为本身大家知道其实啲 box set 多数都系净系放喺个书架度供奉啊嘛，咁但系某程度上都希望可以。好容易咁攞本書出嚟嘅，但係木盒你真係一個木盒咯。屌你啊！而家咪就係特登方便你攞啲書出嚟咯，就係唔啱曬。跟住到第二日咧，你隻手去擺落去嘅時代發展有人發現咗點解盒佢唔係差少少喎，嗰個 gap 係大到可以放多3本完全版落去，有個大 gap。咁就跟住啲人就開始。就研究睇下咩事，就好似啲人估啦，就因为佢去度位嘅时候可能攞套旧嘅完全版去，咁但系咧，咁用新完全版就换嘅纸咧，咁就本书薄咗啲，咁你放落去之后就发现冇啦，增远啊嘛。咁咧有第二个估讲法就更加简单嘅，因为咧你知 custom 整个木盒系要起模诸如此类噶嘛，咁多数呢啲时候就梗系去攞现货啦，咁攞现货就梗系呢个更薄好多啦，攞现货梗系求其差唔多咪算咯，咁结果差唔多咪算就系、是。大家諗住揾一套書放喺個書架度供奉，結果就係一個唔撚啱 size 嘅。一定唔會擺喺個書架上面咯，實冧咯。咁諸如此類啦。佢可能就係做個迷你書架俾你咧。好恐怖、啊，仲要近排人講話臭添。快啲啦！預告俾你就係。唔係，我想講嘅其實就係即係大家都。肯定咗一樣嘢㗎喇，即係天下收到獨家消息嘅 ,Slam Dunk 係會繼續出落去嘅、有3期嘅內容，阿Sir話驚啊，或者佢哋可能會出 figure 嘅，咁你等多幾年啦，咁就將 figure 擺落去得㗎喇，如果佢木盒當時未爛嘅話，不過我都好多謝天下嘅，因為呢個原因係冇能買到呢套嘢嘅。你唔买木盒咪得，你可以净系买套书噶。唔捻帮衬佢咁家产咩啊？佢而家成个模式就系佢系 fit 到旧版嘅完全版嘛，个木盒 fit 唔到啊都。如果摆旧版落去嘅话咧，突咗一本嘅位出嚟。突咗，唔系即系个盒大咗，仲系大用嘅一期，都仲大一期，咪有手指位咯。咁咪就系我嚟攞书嗰个位咯，攞书嗰个位。即系我咁，然后咪你听我讲埋先啊，添。咁然後呢，譬如有新啲有舊版，就將嗰啲舊版嘅書擺入去，咁突咗套新版出嚟賣俾你囉。睇住個白盒㗎嘛，你係即係我想講呢，本身喺我心目中覺得好似你啲咩完全版呀，或者乜版個盒 fit 套書係常識嚟嘅，就好似即係點講，香港除咗政界超越我常識之外，連漫畫界啲出版行業都超越我常識。屌你突破常規嘛！屌你到時你又話佢冇變化啦！如果我屌佢老尾啦！我而家書架嗰度有套我記得係 Batman 75周年嘅 box set， 我喺台灣買嘅，有3本，好似一本係 The Dark Knight， 一本係唔記得咗，剩翻2本係咩啦？另外一本係 Aquaman 同時間彈，佢係用啲硬皮嘅紙做嘅盒，都 fit。咁我其實寧願不如你出個紙盒算啦，屌你老尾！乜其實紙盒要 fit 就易好多嘅。我想話俾你聽，如果天下做嘅一樣可以做到唔 fit， 好難嘅喎、啊。就係難先做俾你睇。
纸盒睇书阿 Sir， 你系咪睇书阿 Sir？ 纸盒佢就做俾你睇，纸盒而家你喺个电脑上面教一教嘅啫。做俾你睇咪话俾朱楼，之前个木口唔系失误，系我有原因嘅，特登咁做咁大嘅咁解咯。有冇可能佢出啲精品试？哦，嗰啲系，我嗰个位系留白嘅系嘛？原来阿 Sir 最中意留白噶嘛？系咪？但系其实我买咗，因为我佢咁样重出，我买咗头四期，因为我屋企个头四期咧甩页甩得好严重。我本第一期，我嗰日翻屋企特登检查，我要买翻。買翻邊啲？我本第一期是分開咗28份嘅，咁我買翻第一期，但我望住佢啲膠水，其實都有啲，我都有啲驚，即係如果乾咗，係啦，新嗰啲，如果乾咗，我都驚佢會都係會甩。都我終於知撚到嗰啲空位我嚟做咩？擺膠水，定係你爛葉嗰啲攝都都唔係今年嘅事啦，係全版之前都即係啲膠裝。都即系俾人诟病咗好多，都系啊！你揭亲都裂一声，奇稳啦嗰啲都系，即系都系话啲即系点啊？啲钉装好差噶啦，已经系完全摆系俾你收藏，唔系俾你睇噶。唔系，其实我谂呢啲烂嘢，其实由开始排队开始已经开始丧闹噶啦。即系忍得咁，即系你排队讲十零廿个嘅，已经开始望住前面，哇！一箱箱拎走咗，咁你已经开始丧闹，都未讲个 quality 啦。即係已經嗰個售賣嗰、那個，我安排都已經有，已經係俾人哋喪鬧，冇辦法。喂，講真的，其實你呢啲特別你限得個500套嘅話，你每個人限買若干數量，係啊，還3套已經多啦，500套嘅話你都要。其實好快啊！嚟諗下，又有內部認購，跟住之前又有人有得訂噶嘛，其實都已經。但係最金裝都有得訂嘅，喺我唔知，我唔記得係咪至高級啊？咁所以其實你喺場即係喺個會場度買嘅，其實。已經是500套，應該400都沒有了。但最鬼是他之後星期六日一會突然間無端端浮一些出來賣，跟住你會見到 Facebook 有人說咦有入樽，他說有而已，但他沒有真的買到嘛，不是有人買到的，就是跟住然後但是可能2-3小時之後又被人買完了，但他日日都可能滲少少出來。那這個是受歡迎的問題，我懷疑他 是不是裡面有即是有些貨抽起咗每日，系啊，抽咗，即系因为当你冇得卖嘅时候，我哋同你行嗰时，见到铺几咁正式啊，大佬，一见冇人摸，跟住攞翻几套出嚟，引下啲人过嚟成咁样啊嘛。阿 Sir 最叻咩啊？炒楼啊嘛，啲楼都系咁噶啦，咪啲饥饿营销咯。啊，你哋想要啊，我咪等你买唔到。啊！之後就慢慢買到了。基於外銷。係啊，咁啊，除咗天下之外啦，咁啊，即係港漫都係得嗰幾間嘅，我哋梗係要講最重要嗰間東立啦。但東立我冇乜。其實東立冇新書出，因為佢喺書店出咗啦。誒，武道狂同火鳳同埋即係火鳳嘅外二藏版定係58期都喺書店出曬啦。其實係。但是東立多人。東立多人，東立係細好多，無時無刻都多人喎。佢係即係你話佢冇輸出，還冇輸出係，即係佢無時無刻多人喎。你睇下玉記同埋天下。嘴正何非咁喎？玉記我係行過咗，我都唔覺得自己行過咗。我哋真係揾啱唔見嘅啫。佢已經都有個兩個位㗎啦。玉記開放式咗好多年㗎啦。根據東南嘅職員彭俊波所講嘅，高明道勝喎。因為我引述份報紙啊，報紙係報紙係咁寫嘅，係啦，唔知報紙係雜誌嚟嘅，就話咧今年係即係個銷售額係高咗即係一至兩成嘅，因為咧好多大手套貨，即係一套。一套咁样买，而佢哋咧系有一个 fit size 嘅书盒嘅，系啦，咁所以可能系因为呢个原因就多咗人买咯，即系因为唔系因为个问题，咁你天下个盒唔啱 size 啦，就要去东南买咗个盒，放翻套 full 即系 slam dunk 完全版，东南个胶盒嚟噶，好似系啊，胶 PVC 胶嗰啲胶，系。乜嘢？玉記有冇書賣啊？行咗中秋冇啊？系咯，你唔講嘅你根本冇可能，唔係睇都未賣嘅。等你講嘛，大佬先等我講啫。萬事啊嘛，睇先講啦。請講春秋萬事，出第二期啦喎，又冇睇。我有喂，阿神武有買啊，我哋都有，我哋係未睇，因為唔係冇買啊。第二期啊，第二期你都有，我哋好支持嘅，系，但系未睇，很多次啦，但未睇，好多次咪讲咯。我想讲一次，天下就系今年其实佢连风云都冇乜特别吸引嘅。上年咧风云合订本系有会场版嘛，今年净冇噶，
係直情咧好鬼沉靜咁樣，好似真係完全冇人理孤兒仔咁樣。我呢兩檔係堅抽冇嘢買，因為我去睇嘅時候咧，風雲係有最新一期合併本啦，但係就冇送啦。另外有幾佢有本大陸版，係啦，有大陸版舊年都有噶啦。去年都有的，不過就不是放在天下 booth 的，另外有一個 booth 的，另外對面有一個 booth 的。最多人看的是什麼？最多人看是Slam Dunk 當然，那跟著那人就是買緊優先，是啊，落印啦，是啊，即是和仔啦，主要都是。不是，其實天下都還天下都還說有些新書會去買，但是玉的東西真的不用。春秋萬事咯，剛剛才說完，還有二十世紀少年。咁都有勾引嗰堆 card game 啦，同埋上次即係上一集我哋嗰個訪問入面提到嗰啲親手畫嗰啲原稿嗰啲，係哇勁啊！同埋必須要講嘅就當然係玉記啲咩啊八差嘢嗰啲，哦萬二蚊一套啫嘛，萬二蚊一套一個角色，萬二蚊一套角色，我唔明喎，可唔可以具體啲？佢好似畫咗十個定十二個角色啊嘛，玉記嘅經典角色，跟住佢分咗草稿版、黑稿版同埋上色嘅彩稿版。咁你三個版咁你咪獨立買囉，2000啊、4000啊、8000啊咁。係啊係啊，因為Type A 就2000， Type B 就2000， Type C 就落曬彩嘅就8000。佢好喎，我星期一去佢仲有好多俾我選擇。咦，好難得喎，好難得。唔係，我覺得最好嘅安排就係佢俾我 folder 咁樣。唔係，因為我真係以為會有你，總有人做㗎，你知係咪？即係有人肉嘅。肉記總會有，但佢個安排真係好得不得了。我比較好奇你想買咩角色？唔係啊，你聽我講，我見到我見所見所聞啦。佢見到 folder 喎，即係擺 shirt 嗰啲 folder 咧，咁就係摺住嗰啲 copy。咁望住啊，草稿賣咗，跟住黑稿版未賣，跟住彩稿跳撚咗，跟住幾個角色連續幾個尾仲有貨喎，仲有貨喎，仲有貨。你今次我睇飛虎出征佢哋喺度揀女，係啊，我想講呢、這個。所見聞咁就係咁咯。仲有冇一比一天正嘅？我星期一就見到佢應該係擺嘢喺度，我佢擺嘢嗰陣時，我去嗰陣時見到擺嘢。咁都就係咁咯。咦？咁今年銷情都幾好喎、啊，一定係全部內部認購咯。係啊，遲啲就會有人一張單一百套嗰啲咁。哇！真係係咯，咁啊，一套啫咩？有很多噶，系啊，唔知啊，点知啫？买嗰啲真值嚟嘅，买你有三份，点会三份都真值啊？有签名噶，哦，咁啊，肯定系佢嘅原话啦，唔使讲啦。系啦，讲起黄生，唔系玉器真系好多嘢买，但系真系冇人去买。讲起黄生，我喺开阿陈某嘅签名会之前，都见到黄生嘅签名会，因为黄生嘅签名会完咗就系陈某嘅签名会，系啊系啊，都几万人空巷嘅，万人空巷，系个围栏，个围栏外面啊嘛，你讲系啊，因为即系特别佢嗰条佢喺A 栏嗰、那个，即系佢 C 篇分咗唔同 role 噶嘛 ，A role 就系、是、佢系咪 V project 啊？光 V 片咩事啊？唔系，因为佢棘住咗，佢系中间间开咗嘅，咁所以就好多人想去睇 V project 咧，咁嗰度就好多人好逼嘅，咁不幸。即系 V project。咁所以你想唞下气咧，行咗去问阿黄生攞啲咩？系可以，有空间喺度。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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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样样嘅。咁啊，不如唞一阵先啦，好嘛？跟住我哋阵间等一阵翻嚟，再同大家讲一讲动漫节同书展啲嘢啊。好啊。好啊。